来，牛骨髓来了，这个牛骨髓漂不漂亮？老过瘾了这一勺子。哎呀，这真多呀！正往那里扔啊，哥，给我帮忙，这红米袋。我录视频的吗？上次少没够吃，这次又吃拿住了，这个太多了。这骨髓才几块钱一斤，没有必要作假。这回吃的一把能挺四五天不馋呢，上头了。饱受争议的真假牛骨髓又来了，这回我可不跟你们掺和是真是假了，我就造啊，香就行啊。这边没有，这边有一点。这外皮好咸。来一大块，哎，这边多，哎，一铲勺，咻咻咻，带筋膜的。你干啥？这边没有，就是几根骨髓并到一起的，应该是。要要要要切克闹，捡起来还能吃。只要不过3秒都是没有问题的。麻辣牛骨髓，上头神器。这个太大了，看这个。这真是上头神器呀。
但是好香。看，呀，掉出不来呀，一会儿吃。牛骨髓，天哪！好好，好烫啊！